他晒的那个灯，然后回去跟我爸妈讨论，我妈说可以去当电玩修哥，因为我很爱打电动，不过因为身高太矮了，所以就算了。然后我妈说可以去当牙医，因为牙医钱多，而且有客人，可是因为成绩太差，所以就算了。我爸爸说，因为我是社会型，然后又很爱莫名其妙乱笑，所以我可以去当那个饭店经理，就是笑一笑就会有钱赚的。然后我也觉得还不错。然后爸爸之后跟我说，就是找工作要找有兴趣，然后自己做的开心，钱少一点没关系。然后我蛮想要就是加盟那个饮料店。然后，所以以后可能会走服务业方面的。